首先先关心到来自嘉义市的消息，这是农历七月嘉义市各地依照日期进行着轮播，这也算是嘉义市一个真大的特色。同时，新丰庙举办着佛前的超度大法会，新丰爷将爷孙祖老以祈求地方平安和居家幸福。嘉义市政府民政处表示，轮播甲新丰爷爷孙是嘉义市迎接中元节庆的在地特色。大小庙宇以及市民家户会轮流祭拜中元普渡。在七月结束后的第一天，新丰庙新丰爷也会夜查祖老城，将落单的好兄弟请回阴间。这两种民俗拢有着良高的在地人文意义，唔那是让市民心里有所寄托，对于联系亲友的感情，活络地方经济，增强在地情感，拢有相当的作用。那借由这个轮埔的一个活动，我想也让我们嘉义市民能够了解到传统，然后结合到现代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活动，让大家更能够凝聚我们的一个向心力，那也可以让我们嘉义市民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安定人心的一个功用。嘉义市城隍庙在开为50年，去年重新开始举办新丰爷爷孙，是由来已久的民俗文化。新丰庙常务董事赖英川表示，农历七月鬼门关后，恐惊有好兄弟会意驾不归，因此八月初新丰爷特别爷孙祖老城，请落单的好兄弟登到阴间，这是要让民众安居乐业，保佑市民一切平安。今年新丰庙新丰爷爷孙将在8月25日，也是农历8月7日下午3点来举办。在新兵新将老汉护法护卫之下，新丰爷亲自夜查祖老城，看护市民平安。新丰庙也提供着夜祭仪式，借由向正式的夜祭返乡祝圣消灾解厄。新丰庙表示，参与夜祭仪式会影响新丰庙来请神。最新新闻，蔡明东嘉义市采访报道。